韩国女团雷德福尔维出道三年多，多次拿下韩国企业评价研究所的优质女团冠军，人气扶摇直上。他们年初在韩国发行专辑，破费克特雷德福尔维一推出就勇夺美国比尔博德告示牌世界专辑排行榜季军宝座，八度攻榜成功，气势锐不可挡。所到之处抢拍，队长伊雷内日前到巴厘岛休假，就被眼尖的粉丝发现，他的亲民举动也引起讨论。雷德福尔维由队长伊雷内、塞尔吉、温迪、乔伊、耶里组成，主打歌《巴德博伊》走嘻哈曲风，在韩国横扫梅尔等八大音源榜冠军，还登上加拿大百大热门单曲榜，成为 CLBLACKPINK 后第三组打入该榜单的韩国女性歌手。在台数位发行后，也荣登 KKBOX 单曲及新歌周榜双料冠军，在每一周内超过4000次下载， MV 点阅率更突破6800万人次，声势惊人。他们除了团体成绩大放异彩，个人活动也备受瞩目。成员乔伊主演新剧《伟大的诱惑者》，扮演不谈恋爱的铁臂女。伊雷内则趁空档出国放松，被粉丝目击在巴厘岛度假，还亲切答应合照要求。听到粉丝以韩文夸赞好漂亮，她害羞傻笑，贴心举动也引起网友讨论。休假中还答应所有要求，人品大发，休假时外貌也认真工作。他们下月21日将与狮子、少女时代、队长泰妍、男团 BTOB 在南港展览馆举行拼盘演唱会，所抢先发行破费克特雷德福尔维台压版。除正规二辑原本收录的9首歌曲，外加3首新歌，总共12首歌曲，内附24页歌词本、56页写真册、中文歌词翻译以及随机封入写真小卡一张，台压版特别加赠独家特点中文字幕 DVD。 此外，伟大的诱惑者每周二三在爱奇艺台湾站 CHOCOTV 上架。陈薇安综合报道，雷德福尔维以新专辑破费克特雷德福尔维八度攻进美国告示牌世界专辑榜。艾贝克斯提供伊雷内日前到巴厘岛度假被粉丝捕获，范舍纳弗里雷娜亲切与粉丝合照。范舍纳弗里雷娜被称赞漂亮害羞遮脸，翻摄纳福乔伊佐与召唤主演韩剧《伟大的诱惑者》CHOCOTV 提供有话要说投稿及。